什么每一位防疫志工，谢谢你们愿意为大家服务，提供我们正确的卫教知识和观念，也同时关怀了居家隔离和检疫的民众，大大降低了社区传播的风险。谢谢你们愿意提供你们的护理专长和心力，让我们能够有个安全的环境继续的生活。什么唔对，大家恐吓加油！